我们现在在抽我们最喜欢的人人。这是我们根据经验摸出来，今天回家开箱，看看是不是每一个都中。又到了乐高时间，这一次我们开的是 Minifinger 的迪士尼系列。我们把所有的都买了，因为奥康妈很喜欢迪士尼，但是我们每一个都是用摸的，不知道能不能所有的角色都摸中。接下来就开包。耶，拆过来顶一个，你要顶的，你看看拆过多乖。拆过闻一闻，舔一舔，扭一扭。来，不负众望，我们每一个都摸到了。赞！耶！耶！看看你们俩最喜欢哪一个 ？Go！ 我最喜欢的就是米奇跟米妮，跟恰克长得一样，黑黑白白的。恰克，喜欢吗？嗯。拿个海格力斯，我看。哎呀，不给面子，跑掉了。看看能不能全部都放。辛苦了啊，苦了。哎呀，好乖，好乖呀、啊，两个人好乖啊。好 ，Go， 去吧，去吧。我们把乐高迪士尼系列的 Mini Fingers 第一季和第二季安了个新家，大家看一下。欧卡爸把他最喜欢的 Fast 光年放在了 C 位。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们，请长按点赞，素质三连。在下面的评论中给我们留言，你最喜欢的哪一个小人？